每时每刻解课说题，欢迎收看时刻解说。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存在着许多灵异的超自然现象，这些现象超出了现阶段科学的解释和阐明能力。然而有一些人据称具备一种特殊的感知能力，能够看到一般人无法察觉的灵异现象，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课题，阴阳眼。据古老记载中提到，在一些傍水依山之地，偶数年出生的男子和奇数年出生的女子更容易拥有阴阳眼。若依据易经的阴阳道横之说推测的话，在五月、六月和七月初一出生的人是最容易天生具备阴阳眼的。阴阳眼一般来说并不具备任何的杀伤力，只是使用有它的人能够看到一些超自然的存在，例如鬼魂、幽灵、灵体和其他灵异现象等。在西方，不少学者把阴阳眼归类为第六感的一种，只是其更专注于对灵魂的感知。而阴阳眼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对宇宙万物的理解和观念。在这种观念中，宇宙最初处于混沌状态，被称为太极或太一，阴阳从太极分离出来，形成了天和地，阴阳两种气相互作用，相互吸引并融合在一起，孕育出了万物。阴阳平衡较高的形成了人类，阳气较高的形成了一些天神、山神或灵兽等存在，而阴气较重的则化为虚空，散布在世间各处，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熟知的鬼魂。简而言之，阴阳两界各有别且互不干涉，我们人类所处的世界被称为阳间，而死后生活的地方则被称为阴间。因此有些人会将阴阳眼简称为阴眼或鬼眼，意味着能够穿越阴阳两界之间的界限，进而看见阴间之物或鬼魂的眼睛。同时也存在一部分的人将阴阳眼视为天眼，然而这解释或许并不正确。在道家同术中，阴阳眼被视为最低层次的同术，而天眼则被认为是最高层次的。天眼具有更广阔的感知能力，超越了阴阳眼的限制，它不仅可以看到超自然存在，还能观察更深层次的现象，并具备更高的视觉能力，这就包括了内视、微视、透视和遥视。而二郎神的第三只眼睛就是天眼的经典象征，因此阴阳眼不能被等同于天眼。更准确的说，阴阳眼应被视为天眼的一种表现形式之一，但它并不代表天眼的全部能力和范围。尽管阴阳眼在道家同术中位列最低，但它并非能够轻易拥有，大多数拥有阴阳眼的人都是天生的，而后天是很难通过锻炼、训练或外物来获得的。一般而言，阴阳眼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心灵纯净、善良且始终保持内心清净的人作为它的主人，因为这样的人没有过多的杂念和执着，使得他们能够更容易地感知到超自然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情况下，小孩更容易拥有阴阳眼。在婴儿或幼儿时期，他们的心智和心灵相对较为纯净，没有被俗世的污染所影响，让他们更容易保持超感知的敏感性。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开始接触社会和现实生活中的复杂因素，导致阴阳眼的逐渐减弱或消失。不过也有一些人据称是通过后天奇遇或特定的修行方法获得了阴阳眼的能力。在一些传说和个人经历中，有人声称经历了生死之境，与鬼门关接触后，便突然拥有了看见鬼魂的能力，这样的经历也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觉醒或开启阴阳眼的契机。此外，在佛教中，阴阳眼的能力是能够经过艰苦修行来获得的，佛教将它称之为天眼通，或被描述为佛教五通或六通之一。天眼通据说能够看见众生的生死苦乐以及世间的各种形色，修行天眼通需要花费不同的时间，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这取决于个人的修行和悟性。而在民间传统中也有一些关于通过外物来开启阴阳眼的方法，其中包括使用牛眼泪、柳叶和露水。据说使用特定的牛眼泪可以使人获得阴阳眼能力，但这些牛眼泪必须经过萨满教的结印仪式，而这个过程需要长达20到36年的时间，因此并非所有的牛眼泪都能产生这种效果。而且若将患病牛眼泪滴入眼睛中，很可能会导致交叉感染。此外，柳树被认为是一种阴属性的植物，据说在家中的前门和后院种植柳树会导致鬼魂滞留，因此有人相信使用柳叶擦眼可以使人们暂时获得看见鬼魂的能力。另外一种方法是利用清明节拂晓时收集的露水，据传将清明节拂晓时采集的露水储存于瓶子中，在避光的条件下保存3天后，再使用这个露水来擦拭眼睛，便可以开启阴阳眼。然而需要明确的是，上述的这些说法和经历仅基于个人主观经验和宗教信仰，他们的真实性仍然无法被科学验证或证实。而且据悉，强行开启阴阳眼可能带来负面后果，甚至导致自身遭受反噬。尽管阴阳眼能够使拥有者看见超自然现象，但据一些文化和宗教传统认为，大多数拥有阴阳眼的人寿命普遍较短。这种观点可能源于认为拥有阴阳眼的人体质偏阴，进而比较容易体弱多病。此外，看见超自然存在和未知的事物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经历，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其他人看不见的事物时，可能会感到孤立和难以理解，从而导致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和恐惧，甚至可能出现精神错乱和产生轻生倾向。同时，一些人相信拥有阴阳眼等于洞悉了天机，而过度泄露天机将受到上天的惩罚，并招来不幸等。值得一提的是，鬼魂一般来说并不会轻易伤害拥有阴阳眼的人，
相反，他们对拥有阴阳眼的人抱有一种尊敬之情，这是因为拥有阴阳眼的人可以与鬼魂共处于同一个磁场中，从而能够了解鬼魂的一些想法和行为方式。阴阳眼的人可以传递阴间和阳间的信息，充当纽带的角色，是阴阳两界中极其难得的存在。根据传说，有些鬼魂无法超度或投胎的原因是，他们心中怀有遗憾或怨念，因此他们会向拥有阴阳眼的人诉说他们的请求。如果拥有阴阳眼的人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这些要求，鬼魂将会回报他们，并为他们带来善缘。然而拥有阴阳眼的人通常不会轻易向这些鬼魂许下承诺，因为他们明白鬼魂虽然不会轻易伤害他们，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完全无害的。假如拥有阴阳眼的人无法实现或违背了所许下的承诺，这些鬼魂可能会纠缠并对其进行一系列报复，后果严重的话甚至可能导致其死于非命。以下便是阴阳眼的相关案例。案例一，在1995年6月29日下午5点57分，韩国汉城的大型百货公司三丰百货店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倒塌事故。事故发生时，正在营业的三丰百货 A 楼开始倒塌，仅用了10秒钟，整个5层百货大楼层层塌陷进入地下4层，造成了502人死亡和937人受伤，财产损失高达2700亿韩元，约合 2.04 亿美元。这场灾难也成为了韩国非战时伤亡最严重的事故。与此同时，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一位母亲准备带着女儿去三丰百货购物。然而当他们进入百货公司时，女儿突然无预警地开始大声哭闹，并吵着要立即回家。尽管母亲承诺稍后会买她喜欢的玩具，但是毫无效果，女儿仍然坚持要回家。母亲感到十分无奈，最终只好放弃购物的念头，转身带着女儿回家。回到家后，母亲便在电视上看到三丰百货店倒塌的消息，这个消息让她感到震惊不已。她忍不住询问女儿突然吵着要回家的原因，然而女儿的回答令她毛骨悚然。女儿告诉母亲，她在百货公司看到许多人都被一条黑色的绳子勒住，她感到非常害怕，所以才会一直哭着要求回家。案例二，这是一位化名叫小南的台湾高雄男生所亲身经历的。在他19岁的那年，他和家人所居住的大楼遭遇一场可怕的火灾，火焰肆虐并迅速吞噬着他熟悉的一切，他的父母和妹妹都在火海中遇难，而他自己也险些在火海中丧命。尽管小南最终在火灾中幸存下来，但他的身体遭到严重的烧伤，需要经历巨大的痛苦和康复过程。在医院期间，小南在他隔壁的病床上结识了一位友善的老伯，这位老伯和小南一样，全身包括头部都缠着绷带，或许是经历相似，他们相谈甚欢，很快便成为了忘年之交。小南也把他最近能够看到一些模糊人影的发现告诉了老伯，但老伯听了后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多做回应。小南虽然对此感到困惑，但也没有深究。大约一个多月后，当小南准备出院想与老伯道别时，却发现老伯早已经不在隔壁的病床上了。询问护士后，小南才惊讶地得知老伯的病床一直都是空着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是因为无法接受亲人的离世而产生了幻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南发现自己能够看到的人影越来越多，而且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决定求助于神明，希望能够解开这个谜团。最终他得知自己拥有了阴阳眼的能力，自己所看到的模糊人影都是灵体和幽灵。同时他也得知，在医院期间遇见的老伯实际上就是他已故的父亲，因为放心不下他，才选择以这种形式陪伴着他。总的来说，阴阳眼是一种神秘的超自然能力，它能使拥有者看到超出常人感知范围的存在。尽管现阶段科学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和解释来证明阴阳眼的存在，但对于这个神秘的能力，我们仍需保持理性思考和尊重的态度。无论真实与否，它不可否认地在文化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人们探讨超自然现象与灵界之间联系的重要话题。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别忘了按赞，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消息和最新视频。那我们下期再见。